大家好，我是小妖，一名成猴无数吃鸡全靠糖的奇女子。你们觉得雪地地图最肥的地点是哪里呢？小妖觉得最肥的位置是在中塔岗，而且还是这个没有顶棚的仓库。之前呢，小妖就在这个建筑里面捡到过三把香枪，那这局我又来这儿了。这不马上过年了嘛，看看能不能再捡到一两把香枪送给敌人，以表示我对他的新年祝福。哇，这一会儿就找到这么多物资，三级头、三级包、八倍镜，还有 M4，我说他肥没错吧？哦，叮叮叮，你们看信号枪果然不失所望呀，这边还有一个三级头，现在上面搜完了，接着就是楼下了，三级甲一个，又一把信号枪，这是第二把了呀，快捡快捡，旁边还挨着一个三级包和八倍镜。这包里的东西啊，就是我在这个仓库找到的物资了，是不是抵得上一个航天基地了嘞？所以啊，你们下次来雪地玩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哦，说不定就能遇到来找物资的我哟。走了走了，也是时候进圈找人送信号枪去了。哎，有人。看到没有，这才叫队友，一个吸引火力，一个找准机会直接压上去，完美。这毒圈外面怎么还有人？过去看看。不好，他们要打我队友去了。队友，你保护好自己，我马上就到。好险好险，差一点队友就凉了。这都快决赛圈了，怎么还有人气啊？不好，我们中埋伏了。队友，你挺住。我先回点血。这个时候如果我继续拉队友肯定是死路一条，如果我和他拼一下说不定还能扳回一局嘞。哎呦我的妈。